能看得见是吧？对，没点赞点点赞啊，家人们。我把这边给砍了，注意啊，别把手砍到了。哎呀，有点累，拿镰刀不行，拿镰刀不行，要个脑壳不遂又出钱。这个刀好砍一些，这个刀好砍，一砍就断了。来，我把这个拿过来一点，把这个拿过来一点。哎，这样子就看得到了。先把它砍了，然后等一下我把它抱到边上去。嗯，能看到吧？等一下，我把这个镜头弄一下。对，今天的任务啊比较重啊，今天任务比较重。好，没有长裤，我今天穿着短裤过来的。你小心点啊。嗯，慢慢来，能看到是吧？能看到就行。啊，能看到就行。你来弄吧，我来砍。你把这个收一下，你把这个收到一起，我来砍。对，你把这个捆到一起，我来砍，不然等下摊半了。啊，对，咱没点赞的点点赞啊，家人们，没点赞点点赞，咱们把爱心点一点啊。你小心啊，活人啊。你就堆在这上面就行了，就直接堆在这里就行，对吧？堆这里就行。你们家玉米杆那个没有放齐一点才好抱，对，我知道。这个没砍掉，一刀就解决了。感谢大家分享，谢谢分享啊。你们家的玉米收没有？玉米收没有？我们这边还不熟，城里没这个房子，没有玉米节，好吧？这边玉米多的，哇，这里还有个瓜，还有个瓜，那地里。放边上嗯，放边上嘛，放边上。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啊！夫妻同心，其利断金呐、啊。你看这里结了个好嫩的瓜，看到没有？那地里面好嫩的一个瓜。瓜嫩得很，熟了都晒干了。搞玉米梗不怕身上痒吗？他熟了这个砍的话没事儿啊。他穿着长袖，我只是穿着短裤今天啊。慢点啊，慢一点，慢慢弄，不着急。小子还懒，还干不过一个女的，你怎么可能我干不过一个女的呢？啊，咋可能呢？兄弟们，咋可能呢？啊，你休息一下，心愿我来。你休息一下，他们都说我干不过一个女的，你跟他们聊天，我来。啊，把头发弄一下。那行，哎，浩哥，我给你拿个长袖吧。啊？要不我给你拿个长袖。有吗？我去找一个。嗯。免得你把手弄了，它会很痒的。对，谢谢大家。拿新月外套穿行吗？你给我去找一个吧。好，我去给你找一个。有点痒啊。要不要你戴个手套吧？嗯，我这边再戴个手套。好，那等一下，我去给浩哥拿个长袖，免得那个手上弄得太痒了。那你先跟他们聊一下，你休息一下嘛。OK。娶了你这个老婆好难当啊，啥都难呐、啊。做事都难呐、啊，做啥事都难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啊，咱没点赞，能不能帮弟弟点点赞，家人们？帮弟弟点点赞，谢谢大家啊！裤子没事儿，就是手的话，这个感觉有点那个啥，有点痒，有一点点痒啊，有一点点痒。对，没点赞，点点赞，家人们。其实砍刀还是挺好砍的，
砍刀还是挺好砍的，砍刀还是挺好砍的。农村的活你干得了吗？那必须干得了啊，那男人什么都得干，知道吧？为什么不拿镰刀割？镰刀割不行，这个砍刀一刀就直接性的给砍掉了啊，一刀都砍掉了。你拿镰刀割的话，它一会儿软软的，割不好割，知道吧？来，他又放在新月家。好的好的，谢谢大家分享，没点赞点点赞，没点赞点点赞，把爱心点点，家人们以最快的速度咱把点赞点到10000行不行？谢谢大家，现在9000了，谢谢你们啊。对，今天咱们的任务比较重啊，家人们，今天咱们的任务比较重，为啥呢？因为这一片啊，这一片全是，今天必须全部砍完啊。我小时候做过镰刀，比较好用，为了爱情不容易。对呀，啥都不容易啊，太累了。好吧，拿过来点啊，把这个拿过来点啊，拿近点，你们看得清楚一点。这个瓜确实搞得身上有点痒，今晚上回家睡全身疼。那没办法呀，那没办法呀，全身疼也得砍啊，咱们对不对？还有没有核桃卖的？昨天有啊，昨天卖了，还应该只有几斤了，只有几斤核桃没卖了，他应该不得卖了，应该不会卖了。这个以前这个可以吃，你们有没有吃过这个？有以前，但这个现在好像有点干了，干了，干了，吃的不好吃啊，有点干了。对，咱们没点赞点点赞，家人们没点赞点点赞。他这个有点干了，看。浩哥。嗯。我来了。你来了吗？啊。来吧。感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对，谢谢大家，没点赞点点赞。来。你把这个套上吧。热不热？有点热哟。是谁的？这是干活穿的，这是我爸以前干活穿的。来，你跟他们聊天，我来砍。我跟他们要说话。啊？我来聊天呀、啊。嗯。要不我们一起那个呗？嗯。表姐她出去了啊！表姐她回去了，她到我那个舅舅那儿去了。他到我二舅家去了，然后还没回来。我拿了一个我那是他们以前的衣服啊，找了一个他们以前的衣服，这不是杆子。这两颗玉米好大，像那个宝石一样。看这个玉米啊，这个不是杆子，这个是包菇，我们那边说的包菇，但这个没长好，这个我们叫的那个西鸭子。西鸭子包菇这几颗看到没得啊，这几颗一起砍快一点啊，对，一起砍快一点。我让新月休息，我来啊。我今天白天不是说的吗，我一个人把这些全部砍完。我今天白天不是说了吗？对对对啊，赖子包菇开玩笑的，我怎么可能让你一个人全部砍完呢？这不太多了，没事，那把你那太累了啊。等一下我来。没点赞的咱们点点赞好吗？没点赞的咱们点点赞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直播间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。你也砍啊？好，我马上就去砍。那没事，家人们。啊？让新月休息一下。我来砍吧。啊？我来砍吧，我快一点。没事。啊，那我们一起砍吧。啊？那你不能一起砍，那你得一个人聊天。那我们换着来吧。来啊，你只要这样子，我砍你把它拿着，这样子你不要。只要放着呢，我拿着，我怎么拿着？我这样拿着。你就把它后置拿着，你就我砍了。啊，我们一人砍一会儿，一人砍一会儿。一人砍一会儿嘛，轮着来嘛。行。那如果就是说，要跟大家说说话。行。哎呀，咱们一人砍一会儿啊，还是砍了很大一片呢。哎呀，太热了。对，没点赞点点赞，没点赞咱们把点赞往上点点。浩哥不要砍到脚了，放心家人们啊，脚那个东西是砍不到的啊。你要砍了直接用扯，我感觉扯都扯得起来。是扯得起来。
对呀、啊，直接扯就行了，根本就不用砍。嗯、用这种刀，别扎着扎了脚。好的，好的。来，咱们一点赞，点点赞啊。是弯刀。嗯。现在稍微不好找了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你们那里几点？我们现在这里520，刚好一个520，5:20。这个刀也快，一刀就解决了，一刀就解决了，一刀就砍掉了，啊，用锄头挖更快。对，刚刚说的是欢迎我老韩啊，喂呀，老韩你咋整到42级了，老韩，啊，你咋整到42级了？一样是吧？哈，热不热？就是热呀，马上天黑了，还早得很呐，家人们，天黑还离天黑还早得很，8点多天啊，离天黑还早得很呐，哪有这么快？要8点多钟天才黑。浩哥累不累呀？有点累呀，没事儿，莫名其妙的，你莫名其妙就上去了，找都没有想捡那个宝。对呀，锄头挖不来，我们这里干得要命，他这个土还是比较松，我感觉扯都能扯起来，啊，扯都能扯起来。我们一人砍一会儿，一人砍一会儿啊，就换着来。咱没点赞，点点赞，家人们，没点赞，点点赞。哎。白天的太阳太大了，上午太阳太大了，只能说现在5-6点钟，差不多能出门了，不然的话太阳太大了。老韩最近在哪里啊？老韩最近在哪个地方啊？买一条割草机，这个不属于草，这个割不好割吧？这包谷杆的话不好割吧？现在7点钟天黑，我们这边呢不止吧？7点钟天黑不了噶，八点钟左右。对，要8点钟左右天才会黑啊！欢迎大家，欢迎来到直播间，每位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啊，欢迎大家！还在邯郸，就是上回说的那个大哥给我投资搞了个工作室，可以啊，那可以啊，干就完了，干就完了，啊，我这不行了，我这只能回农村砍地了，回农村挖地了，啊，好了吧，该马上我来了啊，我们一人砍几分钟啊，一人砍几分钟。拿镰刀割快些，镰刀割不动，刚刚割了的，刚刚拿镰刀割了的，割不动，啊，这个我直接过扯啊，我直接用手扯，一扯就扯那个了。啥时给我去地里帮忙？可以，随时啊，我等自己练会了来啊，我自己弄会了来，然后我就来给你割，一扯就扯下，你看不用砍，你看，七月，像我这样，看。对，有一扯就扯掉，还是一扯就能扯掉，有的直接给我扯，扯了就扔在地上就行。10月份来吧，啥都包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大哥 ，OK 了。哎呀，给我热的。对啊，这个就是太热了，弄这个就是太热了。他这个地他现在是掏的了。对，你看一扯。真是，你把腿看看。哎，这还有个玉米，这个老玉米，玉米都老了。这还有个玉米没收，原来。这还有个玉米啥子没收？瞎搞是啊。来，啊，这老玉米都已经那个了。浩哥在干啥？浩哥在搬玉米啊，连这个玉米这样一搓，哦，心都烂了这个。像新月这种劳动力是吧，那么热。对呀、啊、还好吧，现在没太阳就不是很热，没太阳就不是很热了啊。看看这玉米，这留在撒在这里都可以当种子了，撒在这里都可以当种子了。你直接扯，看扯得掉吧，新月。扯得掉，但是有些不好扯啊，不好扯的就用刀砍，好扯的咱就直接过扯，扯的话还快一些，我感觉。怎么不用镰刀？镰刀割不动这个，它因为它这个是干了，干了之后有点绵绵的，又说干的又属于没干那种，对，就有点绵，用刀那个镰刀割不动。用刀砍好砍一点。嗯。哎，兄弟抓紧点，这个美女漂亮又善良又勤恳。好的好的，大哥好的，你还没有吃饭吗？吃还没吃啊？整完活了就回去煮饭吃啊？干完活就回去煮饭吃啊？啊？好了，该你来休息了吧，我来了。啊，你休息吧。啊，你休息呗。我不能一直休息，我一直休息他们要骂我了。没事呀、啊，你刚刚干那么多了。
用的烧柴用，哎，这个可以抱回去烧啊，可以直接烧烧苞谷杆啊，可以烧玉米杆回去。他表姐去他二舅家了，去他二舅家玩去了。啊，奶奶在那儿。他在那里看。感谢我雨后姐啊，谢雨后姐，谢谢啊。来，我来了。来，你给大家聊聊天。我来弄。我直接过去。你扯的话你不好扯哟。啊？我说你扯的话你不好扯，我们这样走，我等一下把这个抱过去。这太多南瓜藤了，那南瓜长得真好。这个南瓜藤有点活着呢。没有啊，刚刚已经干了很久了，就是前面还有一大片田呢，你们都没看到那个田已经，就是说全部都把那个杆儿已经弄起来了。镰刀啊，弯刀啊，这种砍刀更好用一点。这个砍刀，这样子，我把它把它转过来。啊，嫩得很。放这儿。嫩得很。这样子啊，跟你聊天。我奶奶过来了。这个还有自己的想法，这一根。没点赞的，咱们点点赞好吗？咱们一起点点赞，谢谢大家。浩哥还是挺厉害的，刚刚那一片田。他都把他全部都砍完了，我感觉他以前，你以前都干过这种活没有啊？你猜，啊？你猜我干过没有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我感觉你干活还是挺利索的 啊。浩哥干活还是挺利索的。没得你利索，还是个刀管用。啊，这刀好用啊。活刀霍霍。四川，我们在四川割草机，这个苞谷杆割草机怎么割呀？苞谷杆割草机没法割呀。如果是草的话，就是，但是还好吧，那种比较麻烦，比较麻烦，一会儿就弄好了。自己扯的话，一会儿就弄好了。对。泡牛跟牛，哎呀，你来泡，这个没那么快一点，简单呐、啊，这个不简单呐、啊，可以割的，没事儿，那种太麻烦了，我们自己弄，一会儿就弄好了。天气热的时候，太阳大的时候也不出来干活儿，等凉快一点了就出来干活了啊。我奶奶现在都过来了，你走哪里去啊？他看有没有南瓜。我不走去啊。哦，哎呀，这是你大哥送你那个礼物啊？哪个大哥？韩老韩呐。感谢我韩哥啊，谢谢韩哥整来的啥子啊？保时捷，感谢我韩哥整来的保时捷啊，谢谢。我们还没有处朋友呢，没有那个，我们现在就是说，我跟浩哥我们现在是朋友，还没有说什么谈朋友，就那个还没那么快。还没到那一步。我爸爸妈妈他们也没有见过浩哥，只是打电话有听到说过，就是你们知道吧，有听到说过。小树枝都一样能割掉，那个成本有点高啊，那个成本有点高。感谢我韩哥啊，谢我韩哥啊。太麻烦了，嗯。